过去在经典上，尤其是在《楞严经》上，佛是阿难啊，多闻无功这句话，大家都会口头上都会挂多闻无功，但是多被经人解释错误啊。佛说的多闻无功不是多闻有过失啊，而是告诉你，你只听你没有作用，叫多闻无功啊。就好像有的人嘴巴说向善，你根本没有行为，只说不练，你只是听闻，你只是在文中不断的解释，但没有作用啊。功者从一个工作的功，在一个力量的力，不见你有任何的施力，力量是布施的施，施力之处嘛。多闻无功啊，不是多闻有救，不是多闻的过失啊。那现在人解释了，多闻无功，只要念佛就好了，你根本不通道理，你念佛念到最后都等于念什么马祖，念什么无极老母都一样了，甚至于念到一大堆，你看现在尤其是在东北北方，那个都自称佛门弟子，都自称某某学会的，而且是属于净宗的某某学会，我都已经讲出来了，对吧？全都附体，什么大悲古寺啊，那些都是在家人做老师，然后讲的就是附体，就是感应。你怎么念佛念了那么久？你不是说他们的理念就是多闻无功，一心念佛吗？那你念佛念到最后，这一句佛号，你所念的佛号，你天天在这边发勤精进以觉应觉的佛号，居然这个圣人的名，圣人的名号没有还馈你一点半点圣人的气质吗？假如能够回馈你一点圣人的气度跟智慧，你怎么还在那边流转，还在那边执着什么那些鬼魅附体，一直执着那些灵媚的感应感觉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那种讲法是断灭。你要是真正用到一个行者身上，用到一个学人身上，他的多闻永远不是多，那个多闻只能叫做广，因为他用到那一心了，也就是刚刚讲那个功用的功，用到那个力量。当你用到那个力量的时候，你虽然是广闻，但是你回摄的都是一心。就如同我讲的，一个真正心中纯熟的画家或音乐家，他的方向是如一的纯熟的，所以他能够广纳，能够多闻，他走到任何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领域，他全部摄入他现在所学的是画是音乐上，他用到那个力不怕广闻呢，因为再广也是摄在如是施力上，你在哪里施力，你在哪里下手。为什么能够如此？心就是如是吗？那你想多闻没有用的是你根本没有着力点，那你才在这个名相上面妄说多闻无功啊。如果是真念佛人，人的心啊不是死寂的，你不是刻意把心绑在那边捏着心你就可以捏得住的，那个心中你在念佛当下，你自然耳睛眼睛能见耳朵能闻，但是因为你念佛心中的方向赤诚时，把你所见所闻都能够导归如是这一念吗？这就是平常不是都在讲导归极乐吗？这就是导归啊。因为为什么能导归心性的力量就是如此啊。你用不到如是力量，你只是在名相上面，在那种曲解上面败坏佛法。为什么败坏佛法？因为这是觉性之中的本来，你败坏这种觉性的本来就叫败坏佛法。从此以后让末代末法众生呢抓不到方向。所以刚刚那多闻呢，就是你心中要懂得如何施力嘛，你要懂得如何施力。所以你念念之间要在这个上面不断的去参究，念念在这个上面思维觉心，
因为你能够思维觉醒时，所以你能够摄你一切每一天的二六时钟，一切见闻你都能够把它当成归家方便，就如还家的下手处。所以将来要印证一个行者，将来要印证一个南行学院的学人，你是不是用到心了？我会用一切方法来看你是不是找到那个心中你真正下手施力的心中的抉择。假如我给你其他的方法，给你其他的声音，你就觉得哎呀，我不懂了，我茫然了，那是因为你因地心中一定不真，你下手一定不勤。因为你若是因地心中若是真，下手若是勤时，听到不同的声音，你都会摄入你现在所学。你是用到决心了，你用到这个方向中，你用到现在所修行上这个法门里面，你都会发现就是如是赤诚心故，它能够摄一切，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不会着持你现在的法门以为是唯一嘛。你才知道原来那个心是唯一嘛，那个法门不过就是什么，只是拿来什么当做念经石而已啊。从此以后你明白你在念什么吗？你在念你的根本的心性吗？所以他虽然前面是下手是支持一法，将来明白时他连这个意他都不能够不住啊。为什么？因为觉得意的还是觉啊。所以你念念之间要在这个上面啊，要不断的参。所以告诉你，既然是不断的参，将来你会发现任何的东西感受上在多闻之中，在这个闻相之中啊，你再好就会知道坏，所以你也会知道坏的道理。那你是堕在这个坏中吗？好中吗？不是啊，你是明白。你越是这样子时，你就在训练什么？你就在训练在一切意念是好是坏上面，凡夫啊，只是是好是坏这两个区块互相临灭。行者就是在明白是好是坏上面，他突然会发现有一个能觉好坏的是谁，从此超越如是二相。因为你没有那个决心，你怎么知道有好觉坏觉？所以多闻二字在凡夫上面是负累，在行者多闻叫广博，那是心性的广博。那抉择在哪里？抉择谁？抉择在行者二字啊。行者是在哪里说？在你有没有那个功嘛？你有没有做嘛？你每天有没有如实做嘛？就是那个工作的功嘛？你有没有如实施力嘛？那精进就叫施力嘛？那个叫做功，一个工作的功，一个力，那个叫做功德的功。你在这个功中，一个功一个力，念念见如是功德的这个功，将来能够成就如是品性，成就如是性质，成就你如是的智慧，那叫德，那才是真功德。但是这个功德是随过去凡情住在哪个相中所说的功德吗？当然不是，它一切不住。所以有点类似啊，一个好人真正心中是善时，你说他是善，他一定说哎呀无所谓善，我就是这样嘛，举手投足已然心中纯熟。但是这种解释只能解释心性功德中的一半，一个表象而已。真正的功德是你真正证到如是心时，你自然不住，而且不住之中能够有大精进，那是真精进。所以才应古人讲的那句话，叫心心急急，急急心进，心心啊。你真正念念不住，反而你不是像一般的凡夫要多在感受流转，也不是像一般的外道在感受流转后再去随着感受之中以为要超出流转，反正这个样子不断的往复都叫执着，都叫妄执。你是念念不被如是妄执所陷堕陷害堕落，那种虽然念念不住的这种心思，那才叫力量，那是真力量。但是你最初下手是要念念坚持啊，那叫刚好我家老菩萨的名字叫守真，念念守真不是吗？守着真是在哪里说守真？守真不是离假叫守真的，而是不假
才叫守贞。什么叫不假？不假不是李艳，不假是看到一切假，但你不是他。假如你根本看不到假，你何必说不假？既然说不假，就表示你眼前全体是假，说你不假。什么叫眼前全体是假？一切感觉不是假缘而起的吗？喜是假喜的感觉，怒是假怒的因缘啊，都是假缘而起的。但是能明白假缘的才是真性嘛，没有这个真性，没有能明白的这个明性，你怎么会有如是假缘之中的所明呢？反复思维，将来你就在这个人生呢、啊、在这个岁月里面，你真的找到一条解脱道，而且那个解脱道不是玄不是妄，你心中体会得了一分，你超越世间执着一分，将来你真正会发现心中不一样时，世界随着你变。现在可能我们没有这种体会，但是我们有反方向的体会吗？就是你心中执着一分，你会发现世界就随这个执着就变得逼迫一分嘛，变得感受，真的感召来，人事物都会被感召来，甚至于山河大地都变了。你看的这种山河大地跟别人看同样的一个山河大地，但你所体会的你看得到的跟他看的完全是不同的，那不是唯心吗？是什么？那都是心中所现的嘛。所以念念之间呢，要这样子去思维。所以非汝见性于中占无，如是则知二俱明见。当下都叫见，这是什么？这个二俱明见呢、啊？不是说刻意还在这个楞严经中，世尊还在为众生立种种见，而是告诉你，既然叫觉，没有一法叫不觉。这个明见就让你打破过去妄执在末梢的种种见与不见，因为在末梢的见与不见之中，它是相互临灭的，它是这样不断的往复的，有见之时就会觉得有不见，但是不管见与不见，二俱明见，那是超越你末梢的执守的。你见见之时是见，见不见时还是见呢？怎么不是见？所以它不是在这个上面立见，而是为你打破一切名字，叫做二俱明见。你先打破一切名字，但打破这个名字时，它为了让你这一知道是这一念心不是断灭，所以用的世间的名字叫做见，叫二俱明见啊。云何不见啊？那怎么会说不见呢？明明都叫见了，当下就叫见了。你都见呢，你每天都在用，你看到不见时还在见，你怎么会说你不见？你为什么还要再说不见呢？所以我刚刚讲还是让你打破那些见与不见的名字。是故阿难，汝今当知，见名之时，见非是名。当你见到名相时，见不是名吧，对吧？见若是名时，暗相来，你不知道暗吗？对吧？见不是名吗？见暗之时，见不是暗吗？但有的人会怀疑啊，那虽然不是，那名跟暗是什么？再明再暗是什么？这就是凡夫啊，堕落在感受前尘太久。再明再暗是什么？光这一句疑问，心中的疑念就表示什么？你还有多分的力量锁在前尘吗？你要知道，它根本就是浑然一体时，再明再暗是什么？就是见嘛，就好像镜子照色之时，你不明白是镜体的人才会指着。那见色，那个镜色是什么？你说镜子照色之时，镜子非色，那镜色是什么？所以你在这个上面还在妄分，有个镜子，有个镜色，镜子照色之时，镜子非色，这一句你懂了。所以但是你还妄执还有个镜色呢，告诉你镜子照色之时，这个照色不是像我手比的这样就有二相，镜子照色就在那一点上。镜子照色之时，其实就是镜体显示。那镜色是什么？不就是镜子吗？表示你心熟这个道理时，你浑然就在镜色上面体会的是镜子吗？你根本不会有疑惑问镜色是什么，你还有疑惑，那表示你于体于用还在搅乱，还在流转。你明白是镜体，一体是镜体时，你说镜色那不过是名字而已。
因为为什么说是名字而已，这个话要讲清楚。你明白是一体时，我们要自己，我们虽然未证，可是你能够想，我明白是净体。当看到净色时，我虽然叫它叫净色，但是我明白是净体啊。所以我说这个净色时，我有离开我明白是净体这个道理说它是净色吗？不会吧，你不会离开这个道理吗？所以你说的它是净色时，你也是明白它是净体。觉心也是一样，你明白是觉体时，感觉是什么？觉心嘛。那感觉是觉心，所以将来呢，你在任何感觉你不必避开它，你根本不住。但是你这个不住的这一念心随时都起成感觉，所以叫大觉，大圆满觉。要是不能起成感觉，怎么叫觉心呢？怎么叫智慧呢？过去你堕在感觉，受感觉的势力，你是凡夫。将来你明白感觉，你站在觉体上明白感觉，叫大智文殊。那叫做明白一切法，叫一切智。那怎么会一样呢？那完全不一样的作用啊，对吧？所以这个要懂得下手处啊，这个要懂得下手处啊。所以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这已经在这四句之中在破了。让大家，尤其是楞严是开智慧的楞严，前面若是已经懂了，后面的文句啊，你每念一次啊，心中都能够得到疏解一次。将来你慢慢这些文字在你心中熟了以后，你心中得到大疏解时，纵然未证，但是你已经不像凡夫的用度，你已经不是凡夫的思维用度，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讲的打破心意识。把你心意识整体打破，就不是过去凡夫的心意识。能够懂得打破心意识的人，把这个意识的组织过去的城市全体换掉，那是真忏悔，那叫真精进。这种人佛说是真佛子，将来必证菩提。那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发心上面你都能用得到的，你也相信你当下原来心就是如此，你能用得到的。所以你还会怀疑解脱道吗？你还会怀疑能证不能证吗？所以你明白这个心中的行人，行人若是真的明白这念心时，他心里面没有那个能证不能证的。就好像真正欢喜读书的人，真正好要读书的人，他没有说我能不能读好，哎，有没有这句话？不可能有这句话吗？这句话是什么人有的？这句话是心虚的人才有的，根本没有方向的人才有的。想要读书的人，他只有就是我好好读书，就是这样读啊。那种兴趣已然起来的人，那在世间法中叫兴趣，兴趣已经起来的人，他根本没有怀疑什么我能不能读好，我只问自己下不下手。没有一个功课，没有世间，没有任何一法你当时见识就能够明白的，都看到最初看到时都是从身转熟的嘛。但是会读书的人，你给他再深的问题，他都念念慢慢，他都喜有那种好药，有那种进取心，让他转熟嘛，慢慢熟悉嘛，他就会相信慢慢就能转熟啊。他没有说什么读好读不好，他能做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做如是的这个样子的无聊担心。所以真正你明白这个道理时，你不会怀疑你正不正。你明白这一念心时，你也不会怀疑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你啊。但是这里面讲法已经不同凡夫了吧，你说的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你，是你明白那个用心了。所以我这一念心中若是一称圣人的名字，这一念心中就能够潜移默化一分圣人的智慧，因为我知道用心，因为这个心中的道理就应该是如此，我用到如是心了，所以我不是在外面在追求了。我念佛，你以为我在念他人的名字，好像是外吧，可是我念念关照内心的启发，那就是那样。那一个心中的启发，念一个圣人的名字，心中的转变启发，叫做接引法门嘛。
你为什么能够知道如是接引法门？因为你已经把决心解释得清楚。因为你真正用到如是赤诚决心时，你念的那句佛名，念的那句圣人的名字，它在你心中就能起一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叫以觉应觉，这种作用叫做接引。而且这种作用的接引是真接引。你要是不知道呢，你以为外面他方世界有一个佛，我是凡夫，我是可怜众生，我念这个名字以后，阿弥陀佛就会可怜我，慈悲我，然后从他方世界过种种游巡，伸出大手来接我，从此以后我就小手接着诸佛的大手，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叫接引啊，这叫童话。那这种接引是败坏接引啊！光讲这个在心理学上你都知道啊，你那种心中期待，那种心中根本不是你自家宝藏自己功德的那一种期待，你当下就叫可怜。所以懂得道理的，你真正用到这一念心的多闻，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都会念得比别人更赤诚恳切，因为那知道就是我的决心。所以我为了印证这念决心，我那句佛号我练得比谁都勤，不但比谁都勤，这里面都还没有半点委屈相来亵渎如是佛名。什么叫委屈相来亵渎佛名？你把它抓成我是凡夫，好可怜哦，佛来接我，你在亵渎佛名，你在亵渎决心。你能用到这一念心，将来生生世世是金刚种子啊，纵然今生没去啊。所以我才说大圣佛法在现在弘扬的重要性。不然放眼望去啊，尤其是那些在家人出来讲那个，尤其是故意讲净土经，还有一个东北还有一个什么老师，天哪，那个在出家人都跟他学，那也是被那个学会捧出来的，那个老师啊，他还帮出家人开示，可怕，讲的都是这些怪力乱神，要相信阿弥陀佛会接，我们要有信心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光这一句话你不觉得你很卑微可怜吗？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佛法，根本用不到佛性。所以再往下说啊，见色之时，见非是色，你已经清楚了。你念念之间，在这个上面慢慢体会这些声音，念念在你心中，念念熟悉，提息自己，让自己绝对熟悉。然后四意成就，这些四种道理都成就了，你明白了吧？成就就是熟悉了，一定要到熟悉为止叫成就。你不要看到经义经文讲四意成就，你不成就，那要叫什么叫做解经呢？那什么叫贯穿呢？你要慢慢的在这句话中慢慢体会，提息体会。